姐姐姐姐，你小心点，这上次不是吃了一只了吗？这次的更大呀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足足21斤多。哎呦我的妈！我14000个大米啊，老弟！哎呀，这只9斤8两的大帝王花了我2500个大米，老公知道肯定又要吐血了。不管他了，先吃吧。这一口就要50。我老公今天又说他头痛了，一整天心情都不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这只10斤的大帝王蟹花了我2800个大米。如果不是拍摄需要，我是真的不舍得吃啊。这一口就要50，一口就要50。不过还挺好吃的呗。咱娘俩就是这么豪横，不要再说它是模具了，也不要再说它是面包了啊！今天我煮了一锅给老妈，来个大鸡排。我妈呀，大鸡排掉了啊！这火候烂不烂？妈，肉在这儿，肉在这儿。我来个这个啊。我的妈呀！给我妈吃这个吧。来，都给我妈吃吧。换着吃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吧。咱家就这条件，龙虾大。烫着锅你们给个双击啊。烫火了。这只大虾吃完，我老公说3天不给我吃饭，你们说值不值？